由于离远系统出现故障，全球各地应用该系统的相关航空公司服务受到影响。香港国际机场受影响，航空公司需改用人手办理登记手续，航班运作暂时未受影响。五点钟嗰班泰国咯 ，delay 咗两个钟咯，咩微软啊嘛，系咯，我哋听到个资讯系咁咯，咁 delay 啫嘛，佢而家 delay， 机管局出咗话七点钟机啊嘛，系咯，冇乜问题嘅。U226到宁波，原来是5:45的，没有，目前我们也是第一次坐他这个航班，这个航空公司，应该还好吧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准时。1:30开始，佢你当迟咗一个几钟咯，做唔到，咁你全部都要排。